写下我们茶馆带着清香的说书人，话说是三朝的观众魂，一页页逆流而上的剧本，金楼青砖斑驳无声，历史卷来来回回加了根，这千年古城华夏图腾，永宁门被守护与传承。用山谷遮出代的国门，绝不容起舞，是龙族最后的一粒路，升腾的国度故事从不落幕，用天用地一手用山谷拂晓而过，是对未来的描述，清楚，而我们也是文化里的贵族。金楼青砖斑驳无声，历史卷来来回回扎了根，这千年古城华夏图腾，永宁门被守护与传承。山谷，这初代的国门绝不